蛋仔竟然给毛姐出了个皮肤。What？ 这时隔多年，终于迎来了新的情侣皮肤。但是这次出的皮肤，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女皮竟然和毛姐长得一模一样。这时候肯定有粉粉说不像，你们先别急，我们来对比一下。蛋黄的头发一样吧，然后这眉毛和眼睛也一样吧，所以说这像毛姐不过分吗？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毛姐没有这样的裙子。抽完了去问问她，要是喜欢的话，我给她也买一条。毕竟我们两个相比较，她更适合扮演女生。那咱们今天废话就不多说了，看看几抽能拿下属于她的皮肤。她现在号上有29个笑脸币，说不定用不完我们就已经拿下了。同时选两个奖池，享8折优惠，有优惠？但是我们就只需要上面的就好，他用不到下面的，这样我们单抽奖池的花费还少。看看我们第一发会是什么？该不会？不会的，别想了。无伤大雅，我们不能太担心，给刚毅送点也是应该的。安排。我来。我没说让你来纤维啊。Please no! 现在蛋币不够了，我们一个68绝对能拿下这个皮肤吧。武动魔法，手里拿个仙女棒还不错，恭喜抽中大奖，花16玄币可以获得魔法入侵。既然是动作，那就直接拿下吧，下一发我们继续单抽。不是哥们儿，你怎么敢来的呀？我花了22笑脸币，不是两个，剩下31笑脸币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这个背饰还是很好看的，也不算很亏，看来我们只能再续点蛋币了。OK， 直接冲。我能想象。真正的样子，冲动了来了也无妨。这剩下的，他要是想要那个王子，就让他自己买吧。嘿嘿，不爱。